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陈美君，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27号的婚姻新闻。随着年底选择，民进党婚姻馆党部要伫立委刘建国的服务处来成立五合一选举的候选总会。今仔日嘛特别召开记者会说明，邀请几位民进党乡镇市长候选人出席参加。会中也由各候选人来发表政见。管东部的主委廖定书也表示，在立委和管东部全力协助之下，希望这些优秀候选人会当为军队的发展来打拼，共同创造美好未来。二年底选举的日子是愈来愈近了，民进党欢迎管东部为着提升选举气势，在立委廖建国协同管东部主委廖定书，就号召乡镇市长的候选人，将在7月29号成立五合一的副选团队总会，今日就特别召开记者会，候选人分别提出各自政见。优质执政，台湾共和。斗六应该是追求文化底蕴的，生活品质的，还有产业发展的，还有生活品味的，还有城市进步的，这就是我对斗六市的愿景。今日除了邀请将要挑战连任的乡长出席以外，这次也有几位候选人是第一次来参选，其中将要投入大比乡长选举的陈大雄，希望继续落实长期照顾的政策，为当地创造幸福快乐的未来。这就是给因一个时间，给因有一个预留，袂给因孤单，时时去上班也放心。所以讲哦，这个六年这個，我以后若机会做乡长，我嘛会真重视，我会阁更加努力来。为了这个年岁老啊，这来个弥补，来个这老人照顾。为着年底选举，这次成立副选候选总会，就是希望串联优秀的人才。立委廖建国对着高科系统甲拿来现任乡长的表现，拢表示肯定，嘛期待透过因来协助副选，会当连接其他乡镇，做会为婚姻发展来打拼。大家一起共同为我们云林这种穷县的地方，还有一些的还有这样的一个打拼的更大的这样的力道，所以云林人各乡镇的光荣感也因为这几位乡长的努力而慢慢的一直在提升，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扩及到斗六市，我们希望可以大批斗南都一样可以这样的一个进步与发展，当然还有云林县很多的乡镇呢。这次五合一的选举，民进党总部也将启动全台的互选活动，预计在7月29号来到婚姻举办。民进党婚姻馆总部也欢迎支持者到时会当来到现场，做会为候选人加油。记者蔡尚林采访报道。